啊，曾经咱一位净土先生，在台中市啦，台中市的名人，啊，因囝呢，啊，真爱耍，啊，真爱佚佗，啊，这个。这天山，天山巽将，这民权路，啊，这个巷啊底下，天山巽巷，啊伊咧，这些拢是靠正伫遮，伫好平的位。啊，先生，去问问先生，先生讲这伊的八字命，啊，伊的八字命，爱弄伫这个位正，爱弄伫遐，弄伫这个位变成好平好正，啊，好正呢，啊，不管是倒咧富倒咧抽，啊，做安尼弄好了以后，伊的大汉后生。啊，开始去订单。啊，后来大汉查某囝，啊，个性总变呢。含阿兄，啊，拼生死，啊，所以家己就去外口落垃圾。啊，有一天，啊，来清洗炉灶。啊，老祖咧，啊，我着用下卜卦。我伊个伫离远五，离远五远，五远白虎洞。啊，我哩虎平离远，诶，白虎洞是毋是有迄个古镇伫啊？讲吓啊！啊！遐弄正伫迄个位，我遐都是你好平，离远是中路，中路啦，伊就是查某囝尔嘛。啊，就安尼开始后生，甲查某囝就拼生死。啊，查某囝就安尼出嚟，啊，后生嘛是开始就甲人。你兄我弟问我要安怎，我足简单嘞啊，风调嘛正啊。哎呦，老师啊，正吼，我风调的，迄当时弄正啊，七十三四年的时，一口正弄十外万，算足大呀。我恁囝甲你开。一暝所开开偌济？无啦，无偌济啦，开几万块啊，哎啦！哦啦，母甲尾啊，家伙养尾皮不命，我真弄掉，就吞掉啦！无死我个西汤！啊，这个头家讲，哎，老师啊！你哪还要讲台湾的土话啊？对对啊，无死啊！啊，你看下迄西汤，哦，囝，查某囝，啊，都无啥啥，啊，囝来吞吞掉，啊，伊就好啦好啦，我来吞啦，阿妹来吞。要存到我妙法普传，我有传。啊，咱就受金，所以讲金，各烧一千烧烧咧，甲倒倒咧，正底，然后咧刷，再甲封起来，吞掉，安尼就好啊。
所以这位头家，伊家是照安尼做，啊，做了过差不多个多月，啊，带查某囝含后生来拜老祖，啊，因后生讲我托你讲，拢去你家照顾。老祖的喙酒好好，托你讲啦，唔是缘道法师托你讲啊。嘿嘿，哦，那喙酒好，甲照顾。啊，暗时拢会去托梦，迄就是王禅老祖啊，去家的关怀。啊，查某囝嘛转了转来啊，转来呢，好像没有事，若无其事。所以做老爸，我们其实你那个人人诶，啊，那全部什么代志咧？啊，我和你母家呢，啊，到尾因囝才讲爸，这个这是你叫先生来看诶。伊讲系啊，啊，先生都讲我诶，当西四命，伊诶命爱迄个位当就靠正。才会发，发业啦，发。哦，所以同修，咱的风水的基本法则，你呐，会使袂使咧？自己占卦、卜卦、贵重，家来乱糟糟，白虎当，血光淋淋，黑木当，擦车落来，啊兄弟当。莫名其妙的钱财，啊！你安尼了唔知道？啊！做顺当化回头客，会顺丁；虎莫当啊化车财，啊！莫讲哦，安尼会趁钱，化车财，车财回头客，会厝的许多人会晓顺着。哦，所以这。拢是咱用意知天机啊！啊，拢是咱学这个道，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再帮助他人，诶，天机密。所以各位同学，爱也要用，啊，也要用者，就是师傅，自己做自己的师傅啊啦！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